40岁的曾宝仪最近被拍到和男友疑似同居。当日，曾宝仪素颜打扮，小鸟依人的挽着男友，在甜蜜采购食材后，两人开车来到男友的家。男友是曾宝仪在台大的学长，今年43岁。两人早在读书时就开始交往，但为期不久，直到2005年又重燃爱火。此次两人传出疑似同居试婚的消息，最高兴的人应该是老爸曾志伟吧。要知道几个月前曾志伟还在感叹早就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珠宝嫁妆，就等着女儿出嫁了。以前就是说就在想送一个纸卡来给她，那每年都递增来的，如果到再过几年她这个说这个说是可能就很大一个了，就每年递增嘛。对，对于此次被拍，曾宝仪透过经纪人阿牛澄清，没有住在一起，只是有空才去对方家。相比结婚，阿宝似乎对生宝宝做妈这事儿更感兴趣。不小孩子生呢？不是，如果不小孩子结婚可以